我从昨天晚的下午11点多开始排。买到票的心情？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买到，有点惊吓这样。有点惊吓。对。但还是开心的。开心。11点多开始排，所以你是有拿到他们自制的号码牌的吗？有，也是172吗？275。275，那是一进来是200。所以是一个人看吗？原本是有想要跟爸爸一起看，但是就最后一张，所以就自己看。那你喜欢 ID 多久？就从他开始看。就从他开始演德鲁纳酒店开始，然后也很喜欢他的歌这样。可以问一下你几岁吗？18。18岁。嗯。那你对 IU 说什么？撒浪哎呦。我爱你。买到票的心情。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买到，有点惊吓这样。有点惊吓。对。但还是开心的。开心。